主料牛蛙500克，辅料蒜香酱100克，蜂蜜2勺，橄榄油1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将宰好商场代劳的牛蛙洗净，切开沥干水，拌入蒜香生草酱和少许油，盖上保鲜膜，入冰箱腌制。我用了一天，将牛蛙放入烤瓷盘，刷一层蜂蜜，再刷一层腌料，烤箱240度预热，入中层烤15分钟，取出再刷一层蜂蜜，刷一层腌料，继续烤10分钟，再取出再刷一层蜂蜜，刷一层腌料，继续烤5-8分钟，具体看个人的烤箱。30分钟的后成品，因为是此一次烤牛蛙，没经验，一直在烤箱边上怕烤过了太干或是太干。烹饪技巧，加油是为了锁住牛蛙的水分，不至于太柴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